我们看第三小题，题目说，请问你分母比25小 ，OK， 然后而且跟三分之一一样大的分数有哪些？那其实就很简单嘛，三分之一一起上去，对不对？好，扩分就对，没错。所以三分之一上下乘以二会变多少？除六分之二。好，再来呢，乘以三，来，三分之一乘以三乘以三就变成的是九分之三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呢？没有，因为你踩到了。我踩到了，你没踩。因为你要这个线，来吧，继续往下讲好了。再来怎么办？乘以四，乘以四，所以变成的是十二分之四。好，乘以五，乘以五，所以变成十五分之五。好，再来乘以六，等于十八分之六。再来乘以七，二十一分之七。再来乘以八，二十四分之八。这些。啊，如果再乘以九的话，是超过二十五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答案呢就这几个。哦 ，OK， 好，这你看一下，总共有三分之一、六分之二、九分之三、十二分之四、十五分之三、十五分之五，还有十八分之六，好，这些二十一分之七、二十四分之八。